是阮疼痛的弟兄姐妹，我有满心的感谢你。我有感谢主你圣神的眷顾，保守咱安尼。我安尼兄弟姊妹，伫主你所付的罪性，安息圣日，我同心组织伫主你的圣殿，祝我因欢喜的时光。相信我的灵也是要伫这个所在领受主你稳定的话。主，我知你稳定的话，大有开力，大有力量。我要因为主你稳定的话，我的生命内面来开启我的心门，予我不时谨记主你的话，加做我的帮助，予我行一生的路程，伫着主你的眷顾、保守甲带领。主啊，伫你准备做成的安息圣日，我兄弟姊妹当主酒。我也受主你稳定的话，愿你的信心会当运行在这个会场的中间，让每一个敬望主的兄弟姊妹，我因为主你信心的运行，让我空空来，我就得去。让主你的信心亲自做保守带领，整个的主会，整个的主会当作旁旁的这献给主你的面前。愿主你来欢喜，愿咱的基督靠主的名。阿门。啊，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这个主日，在这个主日中间，不过有真多的兄弟，还有小弟的洗礼，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时间，也是上帝所祝福的日子。愿上帝赐福祝福，在咱每一个当中。咱每一个人的心中，今仔日无使用灵通的教会，甲咱做伙来分享，记载伫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到五十六节的所在。伫这经文的中间，无使用短短的经文来做，甲咱做伙来分享。这个经文是真重要的，这个经文是对咱的一生的内面领受来讲真重要。就是经文的中间讲的第一个重点。而且上帝话顶面记载，上帝话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生命的剑较快。上帝话在咱的生命内面，会当予咱因为领受上帝话了后，比别人较勇敢，比人别人较健康，比人任何会当安怎行过人生真侪困难。所以上帝的话在我们一生的里面，它是带来有困难有力量。很多人他在走他人生的路程的时候，他走无路的时候，因为上帝这句话帮助他带领他。牧师在过去在牧会的过程中间，我有一个做长老的，在南部做长老，这个长老呢，他过去他是第一代信徒，每一遍若是咧问到伊个时，牧师拢会讲：第一代信徒是上上受上帝祝福的。第一代信徒，伊伫伊人生历程个中间，伊嘛是经历的做生意失败，啊，受到很多的啊，难免个挫折，还真艰苦，还要自杀，因为呾伊行无路。啊，行无路个时阵，佮有一工伊伫遐真垂头丧气个时阵，佮经过一间教会。啊！这间教会呢，只听到真水的吟诗的声。啊，行过这间教会的时阵，伊伫伊内听到，哇，那有只好听的诗歌，内底咧吟的，诗班咧吟的，上帝的教会，就是伫咱信息的里面。啊，听了后，想着伊讲，到有影上帝照顾我。第二礼拜时，伊搁对遐行过，特别对遐行过。内底人伫呾幽怨的吟真好听的诗歌，后来伊去伫到教会内面，看到这是一个温暖的教会。这个教会的牧师长老兄弟姊妹真喜乐，伫呾有生命的分享。伊伫伊呾遐兄弟姊妹对伊的关心，对伊的关怀，互伊对伊的关怀佮关心的中间，伊看到生命。兄弟姊妹鼓励伊看圣经，伊伫圣经的体验的中间，伊有发现，佫
过去，信仰的危机，人一生的路障的时阵，伊嘛有高啊，受祝福的时阵，但是伊嘛有拄着真侪气馁的时阵，总是伊要安怎行过这个路？后来伊慢慢去了解的时阵，伊对现行甲现今的话，得到真大的鼓励。上帝会真做伊的帮助，一生的中间，伊起着伊信心的功课。后来伊开始安怎？伊祈祷，大家开始看圣经。过去的时阵，伊拢无在看圣经。后来伊开始看圣经，圣经的话会多开来，圣经的鼓励啊，爱祈祷。伊伫马可福音书的时阵，伊开始学习安怎祈祷的功课。后来佫参加几次的聚会了后，伊知影啦，伊爱仰望上帝，我靠上帝。一个人的一生靠家己是有伊的有限，而且是一个多变的社会内面，咱无法度去想着讲这个环境会亲像你所想象的。所以人在行一个环境的路的时阵，你会拄到真侪困难，拄到真侪挑战。昨个时阵，我教会一个姊妹，拄啊对美国倒来，我甲伊坐到要十二点，伊教会伊老伙仔啊，甲伊困了。伊讲美国啊，美国最近啊，暴风雪。伊讲差不多过外过吼，拢无出去外口啊！我啊，你是安怎无出去外口？拢食囥伫厝里的物件，暴风雪。伊伫即个体验的中间，伊讲过去毋捌有这样代志发生。伊感受到真侪啊，很多人难以去想象的一些事情。伊真多的感受，所以我在甲伊分享的中间，有相当的感。一个大环境，在咱的生活的内面，慢慢慢慢，安那在产生，安那在影响。这在咱行人生路站的时阵，这只是一个面向。但是咱看到咱的环境真侪改变的时阵，咱的姊妹你拄到这個，会拄到真大的挑战。你拄到这个挑战，你要安那用什么心情来甲面对？希伯来书在是这个背景的中间，在勉励所有兄弟姊妹。当你遇到这些困难，遇到这些挑战的时阵，就亲像保罗先生，伊在勉励信徒安尼，伊讲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。伊讲的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伫圣经记载中间，成全意思就是安那，就是一种健康，哦，健康的信徒。领受上帝恩典了后，搁真积极。每一个人将咱所领受的恩赐来分享，彼此分享，彼此彼此连接。这就是保罗先生伊所讲的。所以，一个健康的身躯会带领伊走上安那健康的道路的顶面。保罗先生常常鼓励兄弟姊妹，咱的身躯来健康。健康的身体不是只有肉体而已，心、心灵都要有健康、勇敢的心。我们中国基督教病院的医生是以我们的肉体，但是圣经中间的记载还有一个更好的医生，他帮助我们在心、心灵都会当得到。所以，咱看到一个健康的身躯，伊啊，伊就袂有破病哦。比较上，伊较有抵抗力，较袂有破病。啊，咱看到一个人的成长的过程中间，伊的身躯，那抵抗力愈弱的时阵，伊就啊比较不健康，比较不健康的时阵，就啊有破病真侪病拢会出。我捌一边去到台北的一个所在。有一个中医师，中医师，因家拢总是家族都是医生啊。啊，中医师，我去到因家的时阵，啊，迄个所在，我去到因家真水，啊，伊种真侪迄种的榕树，吼，真侪迄榕树。
哎，拢特别去高价用书，啊，伊用真济个时间。伊讲，牧师，牧师，我带你来看我榕树，你看卖啊。我榕树水，我布料有好无安尼？我讲，哇，啊，你个榕树布料真水呢。伊讲，我个榕树啦，健康个时阵，这张榕树你看起来，容光焕发。正是呢，这张榕树，若是得病个时阵就安那。就愈来啊，叶啊啊啦，啊，根啊愈来愈歹看，规丛树啊啦，愈来愈无好。所以讲，这个榕树要会好，就是安那，伊爱有结果。那你今晚在咱的一生的中间，你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？咱的教会是有向你今晚所做成的，咱有健康。心心念对上帝领受祝福的时阵，这间教会就安那就有健康。健康的教会有迄个生命力，有创意，有大有活力，佮有安那上灵的气氛。好一个东江，好一个东江，啊伊比啊原住民的东江比派去较山区的所在。啊，伫伊个教会的时阵，伊第一变做礼拜，一条团队的时阵。伊做礼拜，伊算算教会内底，拄啊五个人，啊五个人。啊，即间教会五个人，牧师、牧师娘，佮一个囡仔，安尼教会会有几个？几个？两个啊！伊讲上帝啊，你奈何我来即间教会，安尼我安尼离了足近，还讲五个人尔？爱开始看即间教会吧，我也袂安怎来。所以开始啊嘛，伊记得上帝，求上帝帮助伊。兄弟姊妹，记得是有功效的呢，记得是有困难的。后来伊开始啊嘛，求上帝帮助伊，伊开始做探访的工作，做社区的工作，做关怀的工作。后来伊第一来起做一间真水的一个教会，兄弟姊妹愈来愈多，哦，愈来愈多的聚会。后来这间机会先给党会，伊也做真好个见证。所以伊个见证个下面，伊讲这间教会健康个教会是有活动力，而且呐有灵气。所以灵气就是啊呐，教会兄弟姊妹因愿意啊呐读上帝话，上帝话帮助伫因每一个人个心中。所以上帝话是多有亏待个，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所看经文。在这个经文的内面，第十二节到十三节的所在，这个经文就是讲上帝的话，要成做咱每一个人的帮助。所以健康的教会是安那，是咱大家愿意来读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会改变你，互你一个无好的思想，安尼会安那慢慢有一个积极的思想。我有一遍，我跟兄弟姊妹，我讲啊。上帝，哈、哦！你虽然哈，你、哦、的迄个国小尔，我的朋友大部拢在国小、国小的哈、哦，国小啊、国中较早只的，伊也是姊妹。我问讲，啊，你感觉你认为圣经中间对你上大的帮助，伫你的生活内面，哦，你感觉倒一句句话，互你上大的帮助？伊讲牧师啊，圣经的话对我其实拢足大的帮助。啊、有一个经文吼，我特别拢甲记起来。我啊，什么经文？你们喜乐的心乃是啊，良药。你们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你们一个大环境的所在，我嘛拄着真侪困难代志啦。圣经会叫我卖苦，卖艰苦。拄着侪侪事啊啦，爱记得上帝，而且啦，爱有喜乐的心。简单一句话尔。其实兄弟姊妹，你若对圣经中间的话去看，有真济话，毋是干咱即句尔对咱的帮助。总是一个读册无真济人，伊知影讲伊也常常啊有喜乐的心，因为伊有喜乐，伊带来啊呐健康，带来盼望。所以这个兄弟姊妹吼，真侪兄弟姊妹我嘛鼓励因，上帝的话在咱的一生中间要真做真。当咱咧看咱的健康的教会，健康的教会，
伫牧师伫读圣经的中间，有位点，甲咱做伙来分享。健康的教会是有生命，这个教会是有生命。教会若拢点名的时阵，哇，啊，这个教会啊，伊的宣告，伊的福音会流来流去。所以健康的教会是有生命，无生命就是死，有生命才是安，才是健康。但是，姊妹，你感觉咱永福教会是不是健康的教会？是健康的教会。咱伫咱彰化地区，吼，包括咱的43间教会内面，咱嘛是指标性的教会。所以，咱是安那，咱是有生命一个健康的教会。上帝既然托咱领受，咱就安那忠于咱家己，做传福音的器具。我这个教会伫这个所在，叫做健全的教会。第二个健康的教会是安那，是会爱去行动，会去行动。健康的教会爱会行动。一个人若看病了，而且呐，你会看出真侪病态，对不对？伊走路可能无力，哦，爱做代志啊，呐，拢真无个精神，也是啊，会焦虑。总是啊，健康的啊呐，他会去行动。好行动，他教会是基督的身躯。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躯的时阵，咱一个教会啊，爱行动，爱动。无论是事工，无论是活动，无论是做工，咱拢爱啊做会来。牧师在讲安尼时，有诶兄弟姊妹，我拄过讲，啊，牧师我拢唔知，我拢未晓来谈，拢唔知要做啥物代志。牧师讲，基督嘛是一种诶事。你为人祈祷，为着你关心的人来祈祷的时阵，上帝要因为你替人祈祷啊，特别看顾你为人祈祷的心。所以真简单的一个事吼，这嘛是安那，这嘛是一种的行动，哦，一种行动。所以咱爱做一个未晓行动的一个基督徒，任何人安那拢爱顺道。我伫我教会中间，我嘛鼓励兄弟姊妹做事工，无论是接玻璃啦，还是做哦吟诗、参加圣歌的种种，这下拢是安那，拢是一种真好回应上帝的恩典，就是咱爱去事工。圣经的记载讲，有一遍彼得甲约翰，伊去圣殿咧祈祷的时阵，拄到一个瘸腿的吼，一个残障人。啊！伊啊，伊予人甲囥伫迄个圣殿的门口口的所在，啊！伫伊来求人啊，人来帮助伊。伊伫迄个所在啊，无法度通行动。后来，伫到使徒去看到伊了后的时阵，使徒帮咱这个瘸腿的啊，替伊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，哦，叫伊起来啊，行路。圣经记载，这个人瘸腿的人又复原无？又受医治无？所以后来呀，伊真欢喜，伊开始去做见证。伊伫个生命内面，伊得到改变了后的时阵，伊呀啦，伊开始去做见证，将这好的信息分享予侪侪人来知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圣经中间的真侪记载嘛，是伫讲勉励咱卖做一个瘸腿的基督徒啊。咱领受上帝恩典了后，咱来安那回应上帝的爱，回应上帝。再来，健康的教会是有气力，是有力量的。健康的教会有力量，基督徒的力量是对得来，是对上帝来。基督徒的力量是对圣神的帮助来。咱的力量不是属世遐钱，哦，你个咱不是讲，啊，我就是用钱来。咱每一个人的力量乃是对属灵的力量来，这是一种的见证，一种的做工，甲一种的服侍的力量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看到初代的教会，初代教会伫《使徒行传》内面的记载，第一章的所在，耶稣讲：“恁要得到能力，恁有得到能力无？有哦，恁有得到能力。使徒初代教会，伊呐，因大有气力，大有功效。伫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二章，圣神降临了后，彼得得到能力，因勇敢去啊去传福音。伫当时代背景的时阵，可能无咱这个时代要传福音较简单。总是安那，
因勇敢，因敢去传福音，所以因为因的努力甲打拼，福音会当传到世界。主的行传的第三章，因有安医病的能力。兄弟姊妹也是教会，因对上帝领受了后的时阵啊，因就会当去医病，而且啊去赶鬼。所以伫第四章的所在，因佫对公会因有一个不屈服的能力，佮安那，佮因拄到遮的迫害了后的时阵，因啊，因勇敢来为主来做见证。所以咱看遮的圣经的记载内面，基督徒的快乐是安那，是对上帝遐来的。是对圣神来的帮助，不是咱咧俗世的一种的贵人。所以咱伫咱的生活的内面，伫这个经文中间的记载，经文无咱下面的咱领受上帝话了后，咱就安那领受上帝话了后，咱开始爱有行动，吼有行动。我靠上帝过得胜的生活。第十四节到十六节的所在，才有一个真好的经文，讲咱的主耶稣是安那，伊是一个大祭司，伊会当去体会人的软弱、人的软弱、人的无够用。总是咱的主耶稣，伊有缘有疼，在咱艰苦的时阵，伊帮助咱；在咱忧伤的时阵，伊亲自安那安慰咱。所以真多这的艰苦、痛疼的事。咱拢带到耶和华上帝的面前去，上帝要特别为咱每一个人来摆平，所以咱来常常去做家己，嘛爱操练家己，哦，操练家己。伫前一次的讲道时，牧师有讲的安息日的重要，啊，安息日伫圣经记载是真重要一个日子，啊，六日的劳苦，咱哪天爱认真工作，对不对？第七日的是咱啊，永远的啊。安息，永远安息就是安那，咱有休困，咱有安静家己，予咱听上帝。所以咱所有人拢爱呐守安息日，每一个家庭嘛是爱守安息日。但是今晚无做工单吼，咱若每一个人拢守安息日，礼拜日的时阵大家拢来，咱的教会聚会几个人？咱的教会聚会几个人？你想？会坐滴滴对不对？啊，会过会准的未？会过会准哦，会过会准。大家若拢总来的时候，拢伫教会内底修安息日。所以咱的教会爱鼓励兄弟姊妹修安息的信仰。圣经咱看上帝咧创造这个宇宙，伊伊创造第一日到第六日，拢有伊伟大的创造。无数人伫迄个咱甲咱分享。上帝连第七日到甲做创造的工作有无？无。啊，伊第七日做啥物工作？有。所以咱爱有安静家己的时间，互咱的心情啊会当平静。咱伫来这个工作中间会拄着真多的起伏，但是啊，咱爱安静家己。无论人家兄弟姊妹来向咱。群众人不止爱修安息日，一日一中间，你暗时要倒来到处理的时阵，你嘛爱分要做些。你有祈祷的时间，你有读圣经的时间，安静家己的时间，互你甲咱的上帝有真密切的关系。咱对圣经中间的记载，信仰的伟人，因领受上帝大的祝福，毋是因外有灾情呢？不是因外有能力的，是因为因安那，因常常伫一段时间了后，因安静下去，到耶和华上帝起着密切的关系，将因无论因的忧愁、因的感恩、因的懊恼，拢摆咧伫耶和华上帝。耶和华上帝帮助伫因的心中，所以咱看到十四章甲十六章的所在，伊讲着大祭司。耶稣要帮助咱每一个人，予咱的心、心灵会当得到空间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的教会，既然是四十三间教会内面的一个指标性的教会，咱的教会一直在成长，而且咱家己属灵的
生命，咱嘛爱常常来操练咱家己，学习圣经做伙来读上帝话，而且有沟通、分享、有见证、有关怀，感觉得。我咱常常过着顶头死的生活，有喜乐的一天。我是用这个经文甲咱做伙来勉励。我嘛，咱通过这个经文，来当真做真大的帮助。伫你的日子新的年，会开始的了解，你会当有一个计划，读经的计划，祈祷内容的计划，我这个年会当真做你过丰盛的年，咱做伙来祈祷。是阮听堂的天父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，我感谢主你用你的话语，会当我兄弟姊妹做真大的勉励。在我的一生的内面，主上重要，就是我甲主真同行，我甲你同行，我就有活力，我就有丰盛的生命。愿主你会当帮助我，常常用主你的话来鼓励我。主愿在主耶稣是大祭司，在一生的中间要做带领的工作，而且也保守我每一个。主，我也将我的一生来奉献给你，愿主你赐恩赐福在我的中间，祈祷靠主的名。